不要杀爹，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所导致的。不用慌，此次股票下跌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所导致的。不要杀爹！小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小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姐，你醒了。谢谢。哎呀，宝宝特别可爱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。你看宝宝，你看，特别可爱。 生孩子之前，我们不是妈妈；生了孩子之后，我们也不是超人。我希望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扶持，共同承担。现在的我，不去妄图揣测未来，竭尽。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只有你特别伟大。